们跟老人也是那种会跟老人拉家常，会夸他们的衣服好看，夸他们的头发好，反正就是想方设法的跟老人抱近乎那种感觉。他们觉得在镜头前面不感觉到紧张。老人们他在我们服务的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了来自陌生人的温暖，他放下了他所有的防备，他信任你。我觉得被别人信任是一种真的让人很快乐的事情，尤其是得到陌生人的信任。他们生活得很寂寞，但是我们给他的内心的一点抚慰，然后老人的那种开心的笑容，都让我们觉得我们被需要。哎，这是一个互相治愈的过程。老人在过了60岁，他会给自己提早准备好棺材和墓地，他们还会请客吃饭，他把他人生大事给准备好了，他要跟大家庆祝一下，觉得是个喜事。我们拍照片就是他这个事情里面的一部分，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喜事，然后他们就选了红颜色。他们面对死亡很乐观，其实他们不害怕死亡，他们害怕的是被家人遗忘，被亲人遗忘，所以想留下一张特别好的照片。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人，他面对死亡以后他是乐观的，他是平和的，并没有那么多的眼泪和那种让人感觉就是电视里面演的那种歇斯底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没有。他们这种态度真的是让我从以前的那种可能不太能接受的那种里面走出来了，然后我接受了人生老病死，或者就是说突然间离你而去的那种，我接受了现实。